在做什么？我在喷这个衣服，我的衣服。在消毒吗？呀呀。应该没问题了。不，真的没有。那你再喷吧。你的包裹清洁好了吗？没有呢，至于。来，起来好了。啊！现在孩子们也都会消毒了。是我的妈妈买的新衣服给我。都买了什么了？你可以看看，这是你自己挑的吧？对，这个是小马，这有两个小马衣服在里面。那可以，你打开看看啊。好吗？哇，看看，这个是这裤子大不大呀？好大，小马的裤子看一下，一会儿就可以试试。哦，这小马好漂亮啊！它是那个得跟着这个。嗯，我也会给你看我画的小马马的画。哦，看看下一个。我是穿这些女人，我姐姐你现在有口子，加油！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裤子吧。哦。这个是一个衣服。看看。这个是熊猫。哦，那我们去试一试吧，好不好？这是小马。啊？好的。这个我们花了差不多，可以看一下，一个是加上税是20.2元，还一个是28.86元。有一个衣服呢，应该没有货了，所以他没有收我钱，应该还要退给我。所以就是买了这几件东西，一会儿让妹妹去试一下。Hi, my macaroon the penguin. Today I'm gonna interview some clothes. 这你喜欢我穿的衣服吗？然后呢，我拿着 macaroon the penguin 还记着他吗？你好，我是 Macaroon the Penguin。看，太大了。你穿上试试。好吧。妈妈给你买的是7岁的，因为你现在才6岁。使劲。嗯，这不大。哎呀，这小孩生气了。哎呀妈呀，小孩生气了。裤子一点也不大。
要很紧，是很是很 perfect size 给我，要不太紧，就说。我建议小马对吧？对。买那种布衣，是小马的。那你走一个模特步吧，从那边走，远远远处走，出场吧。你们猜猜，你先看马克龙的苹果在哪？哪个视频？